我就是听到有志伟哥，我就说好，我一定要来。我们也是听到有志伟哥，我们也才来的。我女儿小时候啊，她写了个圣诞卡给我，她说爸爸，你能不能拍一些比较有意义的电影？不要老拍一些笑笑没意义的，我就发誓必须要拍个戏拿奖的。我花了不少钱，没有花了不少钱去筹备好了剧本。